大早上我这会儿就在这发飙。天天跟润雪干。这瑞雪跟瑞虎天天这样吵，咋整啊？咋整？嗯，太亲了。嗯，分开。嗯，尾巴让那个等会儿还处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兵。先把狗喂一下，等一下把那个瑞虎那个尾巴处理一下，那个伤口。瑞雪那个也处理一下。行。弄好了，然后把那个小狗的耳线再给它拆了。行。先喂狗吧。嗯，灵珠现在给你熟了，我看啊。你看，不用管。准备给他们两个处理伤口，弄一下。现在跑一圈也行，插上门了没？插了两。行，等会儿二松忙完了，让二松给你牵住。穿上工作服吧，要不然他那个尾巴上有血。过来，去，你看，穿工作服，弄的都是血，行，看，好点了，好点了没？看，反正昨天就上了一次药，行，等会儿再给他上一下，要不现在先上了嘛，省得他有血，就弄身上了，我给你牵住。先毒。这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瑞虎。行，等会儿瑞虎。来，擦干了没？慢慢的撒啊，别浪费。撒完以后，给它用手弄一弄，别掉了。这金疮药可管事了。行，等会儿。哎，别乱动啊，这会儿。别乱动。等会儿把那瑞雪再弄出来。先让他在院里边熟悉熟悉。过来，瑞虎，过来。这家胆子不大啊！坐，来，起来，过来，让他跟皮特对视一下。这儿，来，赶他，操！皮特，来。皮特说干就干，看，皮特可不是吃素的。这家还是论。啊，龙，赶他。对视不能超过5秒，我跟你说。二松都急了，来，这家太敏感了，瑞虎，过来。
一会儿来，这么敏感。赶一下过来，来，这，那你笨手呀？走。俺俩去，现在全是压纹了，不急压的白根刀子了。这儿，这个你把那个放上去。把瑞雪尾巴上也有点给它也弄一下，弄完了不行，把带瑞虎出去转一下，去地里溜一下，那边有脖套，先给它戴个脖套，先让它适应适应，我从小没戴过脖套。好，好，再熟悉一天嘛。脖子行是吧？来，我慢点啊。音乐才艺啊。走，瑞雪，走，给他逮上波涛来中。过来，瑞雪，瑞雪，过来，给他逮上波涛。瑞雪看上去没有那个瑞虎大，是吧？瑞虎高啊，是吧？那个比它大，瑞虎的结构比它漂亮点啊。行。Hello。它腿上不怎么肿了，现在。录不录啊？哎，这伤口明显的消肿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儿。瑞雪的这个尾巴还好点啊，这也有。看样子还能配个一两次啊。下午再让黑豹给配一次，是吧？有人叫人受伤了，你可以顶不住了，你可以。哎，昨天你那一下就进去了，你俩怪操蛋的。前面呢，辫子都别要了，别要了。养两个小白驴走大运呢，上完药了，就把它弄回去吧。它这个腿上，哎，不能大活动，我觉得，是不？弄回去吧。等到完全好了，是吧？很难。完全好了，再给它放出来。瑞雪，先回去，等你腿伤彻底好了以后再把你放出来。小白狗那疙瘩好点没？好点了，把这个两个小狗的耳线拆了吧，一个星期了。拆了，弄出来，就先弄他俩。小丢狗跟那个，好，把他俩耳线等会拆了。
走吧，去屋里吧，外边冷。来，一会儿我那俩小酒包，就叫恁俩给恁屁车给打。哪个了？先等一个吧，把他关外边，先等着叫酒包行。起来，趴这儿。冷了，这俩的又开了，不知道哈。而且你们会拆呗？教来不？啊？来吧，我教你们咋弄。因为你掌握了，咱现在缝的这针，那个比较简单，那条又比较长点。这屋里冷啊，哎呀，别动别动啊，很快，几分钟。对，就是夏天的话，这个浓还多着嘛，不变的啊，有点。OK， 啊，说话了，吃完了，简单不？老伴儿，哼，这家伙有点快呀、啊。你们拆点线啊，本来就不用费时间。这叫你拆，剪耳线再拆耳线，不到一分钟。就先站着看。没事，啊，这是小舅舅的小耳朵，这个现在得慢慢长长，反正现在看着还可以啊。回来。啊，长长，它慢慢，现在还有点肿，恢复了就好点了。拆完以后，哎，弄点碘伏。这个东西要是在夏天的话，像这个伤口，你就得用那个双氧水先洗，洗干净了，你才能抹这个碘伏，擦干。因为脓太多，但冬天现在还好点，干的恢复的还行，有一点。碘伏就是起一个消毒拔干的作用，让表皮干燥，知道吧？嗯。这长爪子粗啊，可不比那家小舅舅小啊。对吧？那这点耳朵呢，稍微的挂点线儿，长一点。你看见它，想起来我原来那个大老黑吧？把那个雪球拿出来看一下，这疙瘩再给它处理一下。走。那能啥服务？那热毛巾。嗯。
我基本就是。你这好像换一车的。嗯。他在说挺慌张，大家一看这种，我就怕，突然感觉弄人我们就是不沾的，这不好。怎么？不知道是吧？没弄的。嗯。那样还是这。弄个啥东西？听到这里边有一个小硬疙瘩，你知道这是咋造成的不？这个就是扎针扎到它那个筋膜，没有扎到，没有完全扎到皮下，扎到那个筋膜上面以后，它那股水它长时间消化不了，吸收不了。对，导致的它这个在里边发酵了。行，再来。弄好，别让他动。干的活呢，没得正事儿。嗯。真的还干成活的话。这个赶紧拔出来，不能停留。你给我打针打疼了？谁？你？没有。打到哪儿了？那下午再给他打点半截。嗯。小糯米。嗯。小糯米。来，走吧，雪球。走，把他放去。走。都走了。别弄你衣服上，臭烘了。臭啥呀？这醒醒。谢谢。搁怀里。那不。咱俩亲戚抱着搁嘞。脏，别往身上弄。这里啊，这两个采耳的这两天发走了以后再给另外几个采耳。小丢狗跟那个小黑狗啊，这两天完全恢复了，给大哥们给他们发走，然后再采另外两条小狗的耳朵，然后另外两条小母啊，然后也是有几个大哥吧，现在就是在想着要预定的啊，等啥时候预定了以后啊，这个再采耳吧，因为现在这小狗应该也就是两个半月吧，嗯，三个月前都可以采，要不然你一下采完了，一打架，很容易这个伤到那个耳朵。咋样了？可以了，都拿捏了。啊，行。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瑞雪瑞虎那个尾巴上，待会给它处理。行。小狗采耳朵这两条也别管了，嗯，那个长疙瘩那小雪球，反正看情况嘛，嗯，有问题再处理。行，这两天把这几条狗，嗯，处理，反正弄一弄。啊，就是主要那个伤口。对，嗯，伤口处理。嗯，叫好好喂。对了，这个现在，对。驱虫啊，然后把这个营养咱给它跟上来，争取把咱犬上的小狗啊养的都是哎白白胖胖的，跟二松一样，嗯，行不行？嗯，
还有啥事没？嗯。大兵跟二松他俩也熟悉差不多了，现在犬舍的狗都能全拿了啊，是不？嗯，全部拿一下。好，咱今天视频就拍这么多吧。行。就分享这么多吧，我们下期见。好嘞。